恩恩老师上课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恩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恩恩。可爱的小小安，我们这次呢是受到了新北市儿童艺术节的邀请。今天呢，恩恩要来挑战跳儿艺节的主题曲《怪兽舞》，看恩恩有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学会《怪兽舞》。恩恩，放假放太久，你的螺丝都松掉了。对，整天都宅在家里，我们一起来跳舞。所以恩恩也要跳吗？对，恩恩也要一起跳。打哈欠。有没有信心今天学会？有。就开始练习吧。好，你要加油。好，妈妈陪一起跳，加油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练习咯。对，加油。2000 years later. 妈妈，我好累呀。这是什么？要安慰哥哥。辛苦。两个都累趴了。宝宝崩溃日常。累了，我吃小点心。妈妈，你说什么？你叫我妈妈吗？辛苦了，这是你的点心。你好久哦。跳舞会不会累？很累，所以刚刚你们准备太久，我就不小心睡着了。真的。是我最爱的巧克力蛋糕哎、欸！我要开动了。刚刚看得好认真。前半段比较简单的，恩恩，你要分他吃吗？嗯，房主，小心他的手，他的手，看他变小怪兽了。好，我们家就有一只小怪兽，都哭了。好了好了，我放手。我会加油的。嗯，做什么？右手，左手，三步。今天跳的叫做怪兽舞魔性挑战赛，大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，改编怪兽舞的动作或是音乐，录制30秒短片，上传至个人脸书或是 IG， 标记新北市文化局官方账号，并标记怪兽舞及新北儿艺节，就有机会抽中 Switch 主机，还有健身环大冒险喽！
然后还有这个是怪兽挑战赛，总共有十款不同的滤镜，然后它会依照不同的时间分批上线。你点这个参加挑战这边，怪兽总动员，脸书还是 IG 这边前往选择。好，第二个这个是怪兽到你家，我放一只怪兽到你身上。好，有了，有看到啊。新北艺术节往年为实体活动，因疫情的关系，今年改为线上活动哦。这次主题是这个怪兽竞技场，大家不放心出去玩，也可以在家登录新北儿童艺术节的官网哦，运用线上互动，激发出孩子们无限的想象力哦。恩妈会把活动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哦，希望大家宅在家里也能开心的玩，耶！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老师，我们要下课喽。下课，喜欢恩恩，记得按订阅恩恩老师哦。大家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怪兽竞技场，欢迎来挑战，怪兽在这里。